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。那可能我们这个边缘线的一些低端产品啊，有没有被占？因为我们认为这迟早淘汰了，我们没有准备，也可能这些东西会有影响，在最先进的领域不会有影响，就是至少5G是绝对不会影响，而不仅不影响，是说别人2-3年也不会来追得上我们的。 这一次虽然有我们这个清单呢，那我们自己本公司内是不受影响，但是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，美国企业不能不遵守法律，所以因此，它在这个实体清单，它要遵守实体法律。我说，受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呢，应该深深的理解，企业和我们之间是同呼吸、共命运的。